意思就是，蓝天很奇怪，电影很无聊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不说实话是吧？嗯，你干嘛呀？我要给妈打电话呀，说你跟小兰呀彻夜未眠。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我昨天我们去看了个电影。 然后我就觉得蓝天有一点点奇怪，我也有点紧张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就觉得他有一点点奇怪，你就睡着了？哎，淑菲，你会不会太大条了点啊？你感觉不到他在追你吗？他哪里在追我了？我又不喜欢他。你不喜欢他？难道？ 你还喜欢于总监？我没有，菲菲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有什么好误会的？哎呦，我真的没有喜欢学长，真的没有。蓝导那么优秀，公司那么多人喜欢他。哎呦，现在想想，以前晶晶姐和妈还想把我跟他凑一对呢。你现在已经成了女人的公敌了。哎呦，我才没有呢，他不是我的菜，不合我胃口。好了。 你那个不喜欢的天菜让我告诉你，起床之后马上洗澡，然后给你的脚擦药。还有啊，这个娃娃挺陌生的，谁送你的？嗯，大家早。 早啊，叶总早。叶总早。哇，叶总，这件衣服是新买的吧？好好看，以前都没见你穿过。老公送的。哎呦，好羡慕啊！哎呀，淑菲啊，你今天怎么又穿成这样了？哦，因为昨天那双鞋把脚给磨破了，所以就……脚磨破了不能穿高跟鞋，但是这衣服总是可以搭配一下。 你戴的是美宝出哎，卖的都是让观众变美的商品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。淑菲，哟，蓝导，叶总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审美观念，你说对吧？在我看来呢，淑菲她这样显得特别好看。嗯，你的眼镜。淑菲，下班等我，我们一起回家。 淑菲，你那个伊帕尔汗的档期排好了吗？蓝天，蓝天，我有一个伊帕尔汗的精油皂和香薰精油，你能不能帮我卖一下？如果你当我女朋友的话就行。 到底要玩我到什么时候啊，淑菲，你真的在和蓝导交往啊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他事事帮你出头，还说下班一起回家啊？哎，淑菲，说实话，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和魏荣羡慕你还来不及呢。哎，还有啊，昨天的事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。哦。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。那说好了不许记仇啊，以后有需要帮忙的，你可不能不帮啊。对啊对啊，以后蓝导那边就拜托你了。拜托啊。淑菲，淑菲，嗯，伊帕尔汗的单子你赶快找蓝导签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看啊，把那个灯往左一点，应该会更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左一点是吧？对，啊，是是。乐乐，嗯，医院请人呢？我不知道啊。 什么情况？这节目都快开始了！听说医院解因为黄金时段的事情跟黄总监吵起来了，他还说他不干了，他不会是故意不来的吧？我跟你说，乐乐，少乌鸦嘴啊！怎么样，还没接啊？黄总监，医院还是没来吗？
那把节目拉掉吧。好。下班能一起吃饭吗？ 你的手下爱将，你不接啊？要不你跟他说吧，说我不录节目了。看来不用了。喂，嗯，什么事？说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晚点联系。你的手下爱将啊，天天就知道打小报告。